我现在呢，就以这个大内密探的身份来拘捕你，你没有必要说话，但你说的每一句话，将来在公堂上都会成为呈堂证供的。丽妃娘娘，东瀛进贡的魔镜到了，那我们就一起谋朝篡位了。你这么说，我真的有点怕怕的。不用怕，我现在武功比他们高了嘛，我可以保护你啊。如果你喜欢一个女人，她不喜欢你，你就唱一段情歌，跟着再加一个热吻，那他们就会死心塌地的跟着你了。热吻，是不是这样？哇！身手不凡呐，不像是一个水性杨花、朝秦暮楚的女人吗？像。说什么呢？啊？啊？我死给你看！哇，哎，你这个样子好像中毒啊！不许偷看！啊？感情怎么样？我想吐啊！你嚣张的！我给你面子才来拜你呢，我不给你面子，连你庙都烧了！啊，在看你房间啊，我们大内密探的职责就是谈恋爱，不是泡公主，不是，是保护皇上，调查奸臣。好看吗？当然好看。你一定要跟我争，是不是啊？说，你是不是有别的姑娘？我的防火轮，这就是微臣的最新发明——变形甲。我有点头晕。我要下来。其实皇上，我还没有研究成功呢。你干什么你？他是大食国的王子，叫做巴多巴德鸟。霸道不得了。我对你的心日月可见。我一个人在家，好寂寞，好空虚。你们随随便便选一个废物出来了。皇上先出场。